为期一个月以来的金门2024舞蹈城隍文化观光季19号在城隍巡安绕境新开了高潮，农历的四个十里巡安热闹登场，县长陈福海也亲自的佛教巡安，受到很多乡亲热情欢迎和纷纷要求合照。整个六个小时的绕境，本台全程实况转播。19号也就是农历的四个十里亚星红，全程本台绕境六小时的转播，庙方也邀请乡镇队伍多达49组，除了四门的进香团，还有范谢将军盟会、关帝圣君、苏府四千岁等等，以及各镇头非常热闹的来到老列，为今年舞蹈城隍文化观光季增添多元的色彩。金门迎城隍曾经在2013年入选为内政部的宗教白景，又获得文化部指定的国家重要的民俗活动。今年舞蹈城隍庙也特地邀请全国城隍联谊总会各宫庙40多间等超过1000人的团体来参加这回的年度盛事。